内心。你麻烦我的事儿很少吗？都是麻烦我的时间能不能短一点啊？一整晚的五洲就受不了。隔壁的王都100次了，你说符合真可爱的。你看，开门。我冷吗？哥哥又不帮我暖身子，还不让人家穿衣服。不别憋着，别憋着，不要委屈自己，叫出来啊！欢迎莫斯瑞。谢谢小雨前的守护。这个麦有很大噪音，那我这样呢？谢谢。
一元的守护。
那么厉害，可以让我见识一下吗？我想见识一下哥哥的英勇。哦，不对，我想见识一下哥哥这么厉害的一面。就你刚刚说的太平洋可以吗？Thank you.
可以用来送礼物。999个，还有2999个，还有9999个。喜欢披着头发的样子吗？这个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要吗？跟我说，想要，
我就给你。
再见不可以表情理解一下。你的大吧，嗯，小猫，
自动烫，没有感觉啊，只有跳进才能让我有感觉。重要吗？只要能够舒服，只要能让哥哥舒服就够了。是男是女，不重要的。动什么？粗的才舒服，粗的才舒服。傻不拉几的，年少不知粗的好，错把寿命当成宝。
船的特效，你忘了吗？能够过去啊，太冷了。我在南方。直播的时候，你就有女朋友了。
舒服。那你怎么连个分牌都不敢？你只管躺着就好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好吗？你睡吧，再不睡呀，我就要打那小苹果。谁叫你不乖啊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是抱着你睡的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样吗？
最近是瘦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以前那么个人了。也对啊，我以前太瘦了，弄得你很不舒服吧？现在的我肉肉的，抱着舒服。熊的火苗，我哪有给他，我都给你了，但是你好像没有都给我哎。更新一下，张嘴，张嘴干什么？你又要对我做什么事情啊？就让人张嘴，哼，有毒吗？我就想你满脸都是我的口红印，这个叫宣誓主权，知道吗？嗯，小星星。